我也愿意投诚天虚堂。若月，不必劝我。我丢了面具，就算回了离泽宫，也是死路一条。不如留在这里，上还有一些生机。哼哼，这倒挺有趣的。你要想留下来，可以，那就像周敏言一样，献上你的投名状，以表诚意。把他们杀了，拿回元神。 若月，你不要上当，他们就是想让我们自相残杀。死到临头了，再给我上演一出热闹的大戏才够有趣嘛！哼，能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别怪我。 四风，四风，你不要吓我，四风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四风，四风，我们一定会活着出去，四风，四风，谁敢伤你，我杀光他们！你。